那我之前太高估了季社长，他的眼光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不要看我老公啊，长得人模人样，嘿，其实他哦，既没常识又没知识，不爱干净又没卫生，袜子一脱下来就乱丢，哎，不爱洗澡，而且还有很严重的香港脚。我妈说他们夫妻俩在房里大吵了一架，然后她就提着行李要离家出走。我就猜她一定会来这里搭船回她江母岛的娘家。看来我之前太高估了季社长，他的眼光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啊？周总裁，你千万别小看他，他肚子里面怀的可是季家第十代的继承人，你只要把他带走，季纯熙他一定会去找你的。没错，我只要手上有这张王牌，我不怕他不把岛卖给我。你莫名其妙呢，我们又不认识你，哪有什么是非可以跟你聊？有啊，我们可以聊聊你老公啊。你认识我老公哦？岂止认识，我跟他还有仇嘞。借问一下，这位英雄，请问？我老公跟你有什么恩怨吗？说话不算话，讲话跟放屁一样，答应我的事又反悔。哦，啊，他就是这种人呐、啊，说的永远比做的好听呐、啊，自以为自己有点小聪明，其实脑袋里头都装豆腐，重看不重用。干嘛跟人家讲这个啦？本来就是。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啊！哦，我跟你说，不要看我老公啊，长得人模人样。既没常识又没知识，不爱干净又没卫生，袜子一脱下来就乱丢，哎，不爱洗澡，而且还有很严重的香港脚。哎，跟我拿阿内哦，跟你说，虽然他是个小孩，但是他小气的很，他吃沙鸡啊，吃的满嘴就是也就算了，嘿，他骨头掉下去还会这样拿起来数，啊你数啊你数呢，吼，真叫我。脏的男人，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算了，找别人嫁去了？啊，你说的很简单哟。嗯，我跟他两个小孩都生了呢，而且啊，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我也算是传统的妇女啊，他虽然是个烂人，也是我自己选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命。喂，季纯熙，史蒂芬周，你的老婆在我这儿。你老公来之后，他只要乖乖地照我的话做的话，我就会放了你们俩。否则，你想想，要是我把你丢到火里头，你肚子里的小孩都会说：“哇，好热啊，好热啊！”不是啊，我老公怎么会是季纯熙？你们两个抓错人了啦！可是是你说季纯熙的老婆有怀孕啊？那个，为什么你要抓季纯熙的老婆啊？因为他老婆是江母岛的人，所以他不把江母岛卖给我，害我损失很多。他纯熙不卖江母岛，是真的啊！原来我错怪他了啦，陈心怡，你干嘛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？看来我没有抓错人了，是不是啊，季太太？
人生就像一场赌局，不可能把把都赢。只要筹码在自己手上，就永远都会有希望。我希望你永远都记住这一天，将来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可能把把都赢。我怎么看不出来你有什么筹码可以跟我赌？我的筹码就是我的勇气。江母岛是我孩子的另外一个故乡，为了江母岛，我连寄存信都敢嫁了，我还怕你什么啊？你呢？你有什么？你可以拿什么威胁我？说得对，你凭什么威胁我们？你们真以为我不敢动你？住手！放开他！你总算来了。既然你来了，就代表你想清楚了。心意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江母岛是我小孩子的第二故乡，我不会让你毁掉它。我老婆说不卖，我就不卖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不是东西，我是凤娇的老公。老婆不要怕，我保护你。谢谢老公。季春熙，你耍我这一下子，你知道我损失了多少啊？好几亿呀！你以为我会放掉你吗？你们两个给我听着，今天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都不许你们插手。我要亲手教训教训这个目中无人的小子。